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来谈谈吃素能不能成佛这件事情。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你才能获得通知哦。好，我们先来谈谈吃肉会不会下地狱这件事情。佛教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之一。 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广大的。其实不只是中华文明啦，包含了我们大和文明，也是日本、泰国等整,整个亚洲地区，包含蒙古，都有受到佛教的思想影响。那在这个思想影响之下呢，宗教它同时会对政治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包含泰国，怎么说呢？在泰国，每一个满二十岁的男子，或是你结婚前，你都要做一个短暂的出家。 如果你没有出家为家里祈福过，男人基本上你的社会地位就会比较低了。不只是你贩夫走卒，包含了泰国最尊荣的皇室成员，他们也得要做什么出家的动作，几乎没有男人可以例外。你可以不当兵，但是你不能不出家。而更有趣的是什么呢？除了中华民族以外，包含泰国以及部分的日本、韩国、藏传的地方的出家人。 他们是可以吃肉的，唯一只有汉传佛教，也就是中华文明这一脉下来的佛教，才有不吃肉的清规。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说到底，这跟政治又有着很连带的挂钩的关系，才让吃素这件事情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一个灶门吧，应该这么讲。在我们谈汉传佛教为什么不能吃肉之前呢，我们先看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佛教它在创立的时候。 世尊，也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看待吃肉里面这件事情的产生？在世尊的时代啊，其实吃肉的原始规定是不禁止你吃肉，但是你要遵守一个规定，叫做三净肉。什么是三净肉呢？就是动物不是因我而被杀，我没有看到它被杀，我也没有听到它被杀，意思是什么？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差不多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吃这个肉啊，他不是因为为了款待我而去杀的，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意思。我们也不要去看到这个屠宰的过程，好、啊，因为当然血腥嘛，是不是？那世尊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其实这就是世尊的僧团每天要进行的功课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整个僧团啊，大致什么，世尊本人，小至刚入门的小沙弥，你每天早上就得出去做什么？附近的村镇去。 托钵去化缘去乞食，那这个化缘它是有讲究的。每个生人呢，包含四尊，你都是有固定的规定跟路线。好、啊，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村子很大，诶、欸，这条街一到二十号是哪一个呢？比如说阿难尊者，那你要去化缘，而且你得从一号开始化到了多少，你就吃多少。 如果画到底了，你还没有画到，对不起你，今天就饿肚子了。画到一号就给你吃饱了，那你后面十九号你也不用去画了。哦，那当然，这个有些人还说不给，但是看他们的，就看他们状态，没有说一定给或一定不给。那你也不能跳号，也不能跳什么呢？哎、欸，一二三四五号好像是比较穷一点，只是七号啊，哎呀，富丽堂皇啊，干他地堡嘞。所以是说我要去他那边画不行，你一定从一号开始画。 这个都是有一个讲究的，而且每一户你都不能重复，只能一次，不能说这个家很大，所以说一个人跟排队去化缘，这也不行，好不好？他们都是讲究的。那在过了中午之后呢，你就得回到道场或者是他们原来的营地，不能继续化缘了，也就是佛教里面常说的过午不食。那既然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化缘起食的，那当然呢，你就不能挑好吃的或不好吃的，或是只要是人家给你一碗水。 那你也得把喝掉这句话，给你不好吃的残羹剩饭，那你也得心怀感谢的吃下去。所以僧人也没有办法去特别要求说，哎，我是出家人，所以说你一定要给我吃什么素的，你家吃肉。哎呀，你下地狱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吃素，给我吃素的，并没有。哦，那三斤肉产生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出来的。那三斤肉除了慈悲之外，也是避免怎么样？你既然生团的出家人出去化缘的时候，你受到。 村民的款待，款待什么？为了你去杀杀羊宰鸡哦，来来煮一顿好料理给你吃，这反而失去了修行的意义。所以三郡肉啊，他这是在以不能以我为以以我而杀的状况之下，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在。所以啊，那我们按照这段史实来看，世尊本身也是吃肉的。那既然世尊都吃肉了，请问世尊成佛了没有？ 如果按照某些团体讲，你吃肉就是造业，会下地狱，会受苦，你要还这些的动物的生命，哦，你要去千刀万剐，那这样的话，那地狱超热闹的。为什么世尊跟十大弟子还有三千阿罗汉，全部怎么都在地狱开趴？可能吗？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吃肉从来不是出家人一定要去秉持的一个教义，而是进入中国之后被扭曲的戒律。 怎么说呢？这谁搞出来的呢？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和尚天子梁武帝搞出来的。这个把信教当成主业的皇帝搞出来的事情，真的是很天翻地覆。那这个梁武帝呢，他是南梁的一个开国开国的君主。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为的皇帝啊，开创了南梁盛世。但是他在六十四岁的时候，受到佛法的感召，进入了什么？ 佛寺里面出家三天后回宫，大赦天下，改国号，什么都来了。突然觉得全天下人都没有他懂佛教，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怎么样，一眼看破整个红尘，俨然一个真佛端坐在宝座上。那这个信教已经信到有点走火入魔了。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在他的国都里面，哈、哦，他不断的去出家，连续又后面连续出了三次，其中有两次朝廷必须怎么样呢？大臣要拿了一亿元。 一亿元的一亿钱啊，一亿钱的现金，去佛寺里面跟三宝忏悔，然后再把把钱供养出去之后，把皇帝接回来。这个事情有两次，就是说国家光把皇帝赎回来就花两亿元。如果你今天把想要把皇帝还要再赎回来状况之下，那这个皇帝是不是就就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这皇帝思想就已经有出了偏差。更何况在这个梁武帝的治理状况之下。 哦，他的国都就有五百间大大小小不同的佛寺，不是庙而已哦，它是佛寺哦。你这个佛寺，它都是每个都是富丽堂皇，而且当时在国都里面，你光出家的僧尼两个两道就已经十余万人了，这很惊人的数字啊！就是说，像台北市好你出去十个人里面遇到一个出家人，你知道吗？这十个就一个出家，这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南梁后来会衰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梁武帝啊，他除了砸钱去信佛语就算了，他不是只给你钱花，他还觉得是说你们这些出家人没有我聪明，你们修行不够，怎么说呢？你我觉得你们的戒律不够好，不够完整，所以他搞搞什么改革一下出家人的戒律。那当然，他出这么多钱，他就是老大，所以说那些其他的高僧也不敢说什么，更何况他也是皇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就就就就这么做吧。 所以说，梁武就写了一篇叫什么名字呢？《断酒肉文》。其中他引用《涅槃经》中的一段，世尊与迦叶尊者对谈，关于食肉部分，就里面就有说到，应少食或断食。若有若是他的吃食有肉，就是他化缘来的，应当水洗，就是把这肉洗一洗，减少它肉味。哦，包含一些蒜头啊，哦，这些会让吃让韭菜呀、啊，让身体吃的会有臭味的。 就应该要少吃，所以梁武帝看到这一段，他就觉得是说：“哎呀，不要这么麻烦了，从今以后，不要管他三斤肉、十斤肉，你他奶奶的，你什么肉都不准吃，不要不要说鸡鸭牛羊了，你连鱼肉也不能吃。所以自此之后，汉传佛教就再也不能吃肉了，无论什么肉你都不能吃。”各位，老师还是要讲一个现实一点的事情，各宗各教的经文大多都是由后人撰写的，这个《涅盘经》。 其实就是世尊涅槃，也就是他死前跟他的弟子们哦最后的话语。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世尊的死因是什么。人家说那个卧佛就是世尊死前的那样子的，涅槃前、圆满前的那种庄严的感觉。那老师把这个历史讲一下，你就会觉得是说真的是这样吗？世尊的死因，他是因为他在经过一个富有的村庄的时候。 其中有个铁匠，他日夜盼夜盼，世尊他你要来驾临，所以说他就赶快要回来。但是因为他的工作耽误了他，他回来的时候世尊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戒慎恐惧状况之下，他把要供本来要给供养给世尊的那份食物哦，食物哦，赶快打包打包，拿去追上去给世尊要去供养。那这份食物是用猪肉做的。 然后呢，他就一直跑跑半跑半天之后才追上师尊。那师尊看到他的那个诚心啊，所以说师尊也收下这份这份食物，然后也吃了它。然后呢，然后就食物中毒了啊！食物就食物中毒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肉品已经变质了，然后已经已经坏掉了。所以师尊吃了之后食物中毒哦，那赶快把这个肚肚子很痛很痛很痛,很痛，真的超痛的。所以就赶快把门人叫进来。 哦，告诉你们是说，我现在交代后事了。那交代后事跟跟他的部众对谈的状况，就是所谓《涅盘经包》。《涅盘经》包除了是说你他们有说你不能吃肉之外，还包含了什么？每句佛经出现的第一句话叫做“如是我闻”，也是出自于《涅盘经》。那这个状况，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世尊在在涅盘前哦，在他在他往生前哦，往生这成了真正的佛之前，他已经是在吃着肉的。所以是说。 有人是说《涅盘经》里面那个断肉这个问题，那如果这个是师尊原意的话，他那一份肉他就不会吃，不吃他就不会不会走掉，对不对？不会大涅盘掉，他会继续的继续流衍广布，是不是？而加上《涅盘经》，他在师尊离开之后，这个经文被修改了很多次，大概七次到八次，整个增修的幅度还蛮大的。那这一份的《涅盘经》要深重跟出家人，你不要再吃肉，吃肉是有益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要打个大问号？ 对不对？是不是打个大问号？所以说你怎么定义了这件吃肉会有业的事情？其实师尊从来没有是说在他的涅盘经以前的经典说你吃肉你可以出彩级啊、哦，吃肉你会下地狱没有？因为什么？这是食物。然而我们还是要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我们去怎么看这个历史啊、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写在正史上的东西。我们先不提这件事情，我们先回到事情的本质，好不好？吃肉真的会造业吗？ 吃素就会有功德吗？哦、啊，其实老师这么看，人的生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纵使我们把这大自然破坏的很严重，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莫说狮子老虎还会吃肉了，就是河马、熊他们也是吃肉的。哦、啊，鱼也吃肉的。所以说，食物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就算是在，就像我们说什么，在蒙古大草原上，你想吃素也没办法，因为没有东西给你吃素，你就只能吃什么牛羊马。 这是自然，因为它是环境。那这些人就该下地狱吗？蒙古人就该下地狱吗？还是下地狱前都要去当一次蒙古人，还是当狮子老虎呢？会吗？当然是不会这样子的。但是各位也不要会错意，老师并没有要美化屠杀的意思。好、哦，杀生毕竟还是不是很好的做法。但是如果肉品是我们人类能够食用的食物，那造业与否就不能把它定义在这个上面，而是在你的心态上。 比如说什么，我们今天为了摄取食物，晚上下班肚子了，我要吃点东西，买了一份盐酥鸡，咸酥鸡配上鱿鱼角加上一点豆干卤豆干。哦，那叫算不算造业？不能加到算造业吧？我只是下班吃个东西，你就说我造业，那我们就扣点呢。有些团体就说，哎呀，你看呢，哇，你去什么一什么眼去关啊好在那个咸酥鸡它面前呐、啊，卤味它面前呐、啊，就很多小动物的灵魂化成人生去跟他怒吼，说你为什么要吃了我？ 没有人这么闲呐、啊，啊、哦，这个没有人这么闲呐、啊，这个这个东西真的，老师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把这种道德绑架了。为什么？因为食物就是这样，难道一只狮子吃了一只斑马，斑马每天跟在狮子旁边吗？不会嘛，对不对？该去哪里去哪里，因为你就是被吃掉那个，是不是？纵使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件事情，纵使是什么样，我们今天心心。 发了恶恶念，比如说什么，我们拿一个空气枪，而、啊、且小屁孩、啊、拿个空气枪，或是一些坏人心理压力很大，说自己心理压力很大，他拿一把空气枪去射路边的小动物，比如说狗啊、狗啊、猫啊,啊什么的，猫猫狗,狗狗去杀，但是他没把它杀死啊，射的满身都是伤，他没有杀生啊，或是一些下毒啊、放陷阱啊，把它夹了半死，或是绑橡皮筋，为什么不为什么这些动物没有爱到你，只是为了好玩，你没有杀生。 但是你有很重的业，因为什么？你心里造的业，而不是只是你杀生这个行为，而是你想的就是一个邪恶的事情，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就算是我们没有杀害任何动物，而且就算完全吃素，但是你一样口是恶言呢，或是你喜欢躲在暗处去批评别人呢？很多人怎么样呢？很多人老师在频道上就跟很多人。 他在他自己的频道，他也是一个 YouTuber，可能是比较小，可能几十个或者一两百个。但是呢，他在自己频道讲道貌岸然，但是他只要一脱掉他那个东西，跑到别人频道去，就开始讲你笨蛋，你傻瓜，你真的是无能哦、啊，还凭什么自自称是老师？问题是他自己就是啊，对不对？这样人有什么办法吗？你这种人，就算念了一口好佛经，那你也是恶贯满盈，毫无功德可言。为什么？因为你起心动念就是恶，所以业的来源不会是在于你吃什么。 而是在于你做什么，你想什么，这才是你的业的来源，功德也是从这里来，业也是从这里来，一切都是由你的思想跟心态来所称的一切。所以是说，世尊要给我们的，它不是一种戒律的生活，而是一个思想的提升，要让我们学习，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灰飞烟灭的一天，你所得到的都是从别人手上交换而来的。 不是吗？你赚的钱去买，你是不是交换而来的？你付出你的劳力跟智慧去赚得的钱，你是不是交换而来的？对不对？你所渴求这些一切的物质，你都不会太长久，而且最终你得交付给别人。但是你所爱惜的，你所渴你所渴望的，无论是家人或者是亲人，这些东西，就算你用你牺牲你生命都在所不惜的，通常你又又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对不对？所以是说。 我们人世间需要的还是在于什么？精神的提升。在西方有哲学家就讲过一句很好的话：“我师故我在。”当你把佛经上的一切当成一生命的归念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离佛已远了。为什么？因为佛并没有让你是说把他的话当作归念，然后你只能以他的话去行事，并没有讲过这句话，好吗？老师后面慢慢讲佛经，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出。 经文它不是一个限制人思想的东西，只是因为便于管理政治的因素，或者是一些教长的因素，或者是要控制百姓的因素，他跟你讲这一些，并不是说佛经是来限制人的。好、哦，那既然世尊他自己在菩提树下他得证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众生皆可成佛。那代表我们自己是不是本来就是尊佛呢？只是我们没有明心见性啊。当我们明心见性，知道自己是尊佛的时候。 那佛经对我们才有意义呀、啊，对不对？毕竟佛经佛经没有佛，你哪有经呢？各位说是吗？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下一期我们来谈谈普门品到底在说什么哦。新朋友必须要务必按一下订阅，老朋友请按下赞。下方哦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欢迎新朋友浏览，好朋友回顾。 若你需要老师专业命理咨询服务，在视频列表最下方或是老师的上方都有老师的联系方式。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